口腔检查主要范围，口腔内部检查，实口在，腔外。给你带外卖。哎，别急，放这上面吃。这胃太好了吧！拿这个垫着。要是没有你们，我估计一天都活不过。看你那操样，怪不得大家都会站在银行的许放那边呢。是，就是要放进人家身上，结果也一样。才不会呢！大家会为郎才女貌鼓掌的。你们到底是谁的室友向着谁啊？哎呀，你这么在意别人的看法，活着累不累啊？我没有谁那么厉害。你要是真这么在意的话，那我帮你出一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你呀，现在说一万句，都顶不上人家说一句。等一下。你要吃吗？还没死啊？我都说我累了，你还来找我干嘛？我有话跟你说。说。现在全校都在传我追你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他们都说我找你要微信不成，还动手打人。哎，他们还说，还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贪图你的美色。他们说没错啊。徐芳，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？我追你。那我问你啊，是不是你管我要的微信？那是不是我不给你还打我？那有什么问题吗？可你知道那是游戏啊，那谁知道？谁知道你是不是对我什么不良企图？我对你只有一个企图。李一石，你还来是不是？李一石，你偷这个完没完？你现在就去贴吧把真相告诉大家。你让我告诉大家什么？告诉大家我是人面兽心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你赶紧去说一下嘛，就当是帮帮我，帆帆。我跟你说啊，就你这样追人，肯定是追不到的。好好回去收拾收拾。呸！去放！我正式向你宣战！外卖送到哪儿了？啊，您的饿了么外卖订单已经签收了，刚送上去。女生宿舍107，林女士。啊，好的，谢谢。上课偷我手机改订单，当我不知道啊？你也不怕噎着？嗯。池池，你怎么突然有钱了？蛇形家是吉野家呀、啊？不是我请的，是石浪请的。啊，我偷偷改了他的配送地址，他多加了两份。那他不会发现啊？对啊，这个二百我付钱的时候，难道没有发现吗？反正他从小就算不明白账。他真大。哎，你肉吃完了没？你自己还没吃完呢，你这吃完你看着锅里。
是吧？妈，啊，你家儿子，哎。挺可爱的，那咱俩认识这么多年，你还有这么爱胖的？不是林夕是，这是。他还挺可爱的。嗯。衣服变成粉红色好看吗？林夕是，又是林夕是，对不对？这三句就有点过分了啊！哎，兄弟，过几天我找个月黑风高的日子，我给他绑了。扔山里边，吓不吓？你给他扔山里边，山里边的野猪都跟着倒霉。这不还护着他吗？我护着他，你有毛病吗你？你这不，哎，要不送我吧？我就给他挂床头了。你喜欢？挺喜欢。哎，有病吧你！老娘不发威，我看你是分不清大小王。只是，我也是疯了吧？嗯，什么事让他这么开心啊？齐芳的这句可真给我中毛炸弹了。什么？你自己看。我最近确实被一个花痴骚扰，此人因为暗恋我要微信号失败，所以丧心病狂。这真是许芳发的？这不是实名认证的吗？而且这不是许芳头像吗？许芳也太狠了吧！晨晨，这都是你本人吧？这下可真的证据确凿了。我暗恋他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我已经不想回答你了。那对不起，这小妹妹也是一个骗子，我也是小妹妹的同情。寄予轩昂一表人才的放物。杨哥吗？你是误会我了，我对你不是暗恋，是明恋。他不是说天天都有人给他打电话吗？那我就将计就。啊！切，切了，切，
不惜陪着他练啊，还当队长，连最基本的动作你看都不标准，老子不服。这队长凭什么就是他呀？哎，林西石这贴吧又更新了啊，还改名了。哎呦，这名可以啊，放放的小可爱。甜有100种方式，吃糖蛋糕还有每天98次的想。早上7:30在学校门口买早餐鸡蛋灌饼的许放。早上吃鸡蛋灌饼了？我说你，我都不知道你早上吃的什么。你上辈子一定是碳酸饮料吧？为什么我一看着你就能开心的冒泡？够了啊！哎呦，这个资料比我详细呀、啊。这个好，我发现我昨天很喜欢你，今天也很喜欢你，而且我有预感，明天我还会很喜欢你。你不说就不说，你把手机给我，抢我手机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把手机，你把手机说，你把。我打扰你们了是吧？徐玲，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的知识。准备休战了、啊，他这不是已经投降了吗？哎，删光这些帖子有用吗？大家还是会议论的吧？就是，但我觉得你这次有点伤敌800，自损1000了。有啊，来，给你个好运茶，保佑你一下。哎，我就在想，你说你以后怎么在学校找男朋友呢？你那么不矜持，大家都知道那小号是你。说不定有些男生就喜欢奔放。我不觉得。你说你万一有喜欢的人，他知道你跟许芳这些破事儿怎么办？我又没有喜欢的人。那你万一有呢？我现在饭都吃不饱了，还想这东西？
啊，师哥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嗯。我很会照顾人的，我有一个弟弟，我们家还养了一只狗，我把那个狗从这么大养到了这么大，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只又健康又可爱人见人爱的狗。那个狗的吃饭睡觉还有拉屎都是我来负责的。哦，我甚至为了它考了动物医学系。对我来说，我的狗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，如果我当上射箭队的助理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它们，就像照顾我的狗。完了。我挺喜欢你的性格啊。哎，多谢夸奖。啊，学医的啊，又是女生，嗯，挺合适的。我们射箭队呢现在确实需要一个助理，但是我要告诉你啊，这不是一个很轻松的活啊。嗯，没问题啊。没问题。行，我带你去看看。看一下，他们正在训练。进入射箭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没到靶点的时间，千万不要冲向箭靶，明白吗？嗯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剩下的事情，我让队长跟你说。徐芳，你别动。拉弓到鼻尖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吧？你看，动作不标准就会伤到自己，疼不疼？你也知道疼啊，身体越疼就越影响动作，你射的箭肯定射不准。知道了，教练。我觉得你不知道，拉弓不到位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上肢力量不够，你偷懒了是吧？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你也在。教练，那个他可是队长，队长怎么可能偷懒呢？如果队长都偷懒的话，那怎么能做好表率呢？正因为他是队长，更要做一个好的表率，从标准动作练起。选一个。没有别的颜色吗？没有。我一个大男人贴这么少女的生活贴，哎，我只有这个，有这个就不错了，别废话了。你能不能轻点啊？我挺轻的呀，疼疼就对了。我觉得你推荐我来射箭队真的还挺对的，这样呢我就能看到你这么怂的一面了。那是刘教练比较严厉。贴粉红创可贴的队长，动作不标准的队长，上肢力量不足的队长，射箭下巴擦伤都是很正常。嗯，正常吗？正常。正常吗？正常。你们讲证据。一次二十个，先做五组。开始。高一点，好。干嘛呢？挺胸，腰下一点，非常好。胳膊抬，累不累？我就说你上肢力量不够，我没说错吧？作为队长，姿势更要标准。你帮我盯着点，好，我方便一下。教练放心。我给大家在办公室冲了枸杞水，练完了可以过去喝了。就这水平啊，我看连中学生都不如吧，好好练吧。哼，走。那你长得像吗？你怎么不当着他面说？是。
多得了。是不是因为我刚才嘲笑你，所以你要争口气啊？少自作多情啊！啊！你挡我路干嘛呀？我要去喝枸杞水了，让开！不是，走啊，喝枸杞水。行行行，行了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明白，我明白，我一定会带出好成绩，我保证啊。你说的我都理解，你这样，你再给我一年时间，啊，如果带不出好成绩，我宣布解散。啊，好了好了，行行行，我知道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帮忙搬东西。教练，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？那队员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哎，你不能告诉他们啊，我怕他们有压力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射箭队伍本身就是一个小众队伍，跟那些热门项目比，什么篮球了、足球了，我们没法比啊，根本看不起咱们。我为什么让徐芳来？我以为他是个起爆剂，你看现在。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、啊。教练，你干嘛？我一定帮你把烂泥扶上墙。啊，怒！你脚还有一个啊，别忘捡起来。你，我是觉得刘教练不应该瞒着大家，所以就告诉你。教练不跟大家说，是怕影响士气。你也别告诉大家。哪儿都有这帮耍贱的，真丧！哎，我还没练完呢。你们这帮射箭的，不就随便划了两下就行了？就你们这小身板，也不会被风吹走吧？不用练了。你找事儿呢？接着接着，我早就看你这黄毛不爽，我看你想打架。来，队长，打架你！别生气，他不是故意的。你说哪儿了？我没事。嗯，你快快快快快把他们拦住！你先醒。可以啊，啊，箭射的不怎么样，学会打架了。你们出去打呀！打，打给我看看。教练，是他们先骂的人。还有你，过来勤工俭学，学校给你发工资，你就这么当助理啊？徐芳，你给我出来！
你作为队长带着他们打架，你太失职了。你马上出门给我设一千支箭，生我班拿他们出去。一千支箭什么概念？这都下午了，一支箭支箭就得射到凌晨了。教练，这样不太合适。你是教练，我是教练。是他们先挑衅的，他们骂人可难听了。再说，也不是徐芳带头动手的。他动手了没有？他的队员都动手了没有？教练，这不公平！徐芳的当时有制止，但那个场面根本就拦不住。要是你在的话，你肯定也动手。说废话！全体罚站，自我反省。可以啊，志哥，够意思。今天就你挺我们。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就这才来队里几天呢，就这么有集体荣誉感？我是怕你们如果，我是怕你们输得太惨。那许放呢？你今天可特别向着他啊。我们家放放只有我能欺负，其他人都不好使。这个刘教练真是不公平。要我说，要罚就得一起罚，凭什么只罚我们家放？我收回刚才说你有集体荣誉感那句话。男更衣室，我知道啊。小时候去你家玩，又不是没见过你光着屁。闭嘴！我知道你现在不好受，本来就不想当这个队长，自己动作做不标准要受罚，队员打架还要受罚，结果他们还不领情，内忧外患，背负受敌。我现在是觉得，我不适合做这项运动，更不适合当什么队长。甚至不应该来荣城。也不是啊，最起码你还能遇到我呀。遇见你有什么用啊？你还不是天天跟我对着干。那都是你挑起来的。不就是一个月生活费吗？我要你坚持下去。
哎呀，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这么菜的人，谁敢拿进来的？来拖咱们帮派后腿啊！说谁呢？这是？你以为你是会长了不起啊？哎呀，你这种智商就不要玩游戏了。我智商140好吗？哎，会长，别生气啊。这小子好像还是高三学生，每天上线时间短，生疏了。高三的还玩游戏？先考个正经大学，补补脑再来玩吧。大家听着，以后所有人都不许带他玩，一直等到6月8号以后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还孤立老子？老子非把你揪出来的。喂，你知道咱们区这大力什么来头吗？你告诉我他家在哪儿，我非得把他揪出来。我不把这小子揍一顿，我就不姓林。你要揪也揪不着啊，人家家在荣城，跟你又不在一个城市，难道你还去荣城揪他呀？荣城。爸妈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个是我小时候你送我的生日礼物。嗯，后来你走的那天吧，我两颗大门牙就掉了，我就一直把它装在里面戴在身上。但是外公跟我说了，小朋友们如果掉牙了的话，上牙就要扔在水沟里，两颗下牙呢就要扔在房顶上。那我回头给你，你帮我扔了吧。啊，来，到了，进去看看。来。妈，你平时就住这儿？对啊。哦，简单了一点是吧？这连个厨房都没有，怎么做饭？有医院食堂。现在我还看到了你住的地方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妈，嗯，如果你放不下这里的工作，那等我毕业了，可以独立了，我们就接耿耿还有爸爸一起来荣城，然后我们就一家人一起在荣城住，好不好？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的。